那今天之后那怎么装修呢？这事儿还没解决呢，怎么装？就按照小白喜欢的装。那个呢？中式风格的呢？如果阿姨喜欢，那我可以给他们家装成那样子的。你还管他们家装修？那阿姨喜欢我。好吧，接下来你们有事自己商量，我们外人站到一边。来，站到你的位置。今天本来是你来告白的啊，来，妈妈站那儿吧。我不管你们谁跟谁说，你们自己三个人之间把这事儿说白了，好吧？接下来是小白和小盛的告白时间。小白，其实这件事是我的不对，但是我也是没有办法，实在是没有办法了。我在这里当着大家的面向你道歉，对不起，阿姨，对不起。如果当时真的按照阿姨的要求去办这个婚礼，我真的是就等于说是倾家荡产了。我不想你跟我过那样的日子。